Vas-y, Derek.掉两个，TC掉一个，TC掉一个，AG掉三个，掉三。 爽了，爽了。TC不掉两个，这帮人组队了。 TC 掉一个。 飞机能先过不？卡布 SMG。卡布 SMG。新上面的东西。是在飞机帽带着吗？带着。现在没掉的。哦，SMG掉一个。 外边分，你先把背景过。我去留，你再把我去留。可以的吧？可以的吧？可以的。怎么甲车上面看到车呀？我可以过来的。要无坡有了。 要不要无坡有了？用的是飘，感觉是Q1，Q1的，飘1上的队。那我去他家右边点，我他在山头，看能不能激进他，我先绕过他。你看一下飞天楼在哪？飞天楼在哪道？飞天楼在哪道？叫集结。晚点有人，我去看一下。三个就可以一下。两个人开就够了。你们那边自己处理嘛，再去处理。 我这边飞天楼是没人的。拿进去。都是。这是在卡人。我这边出信息。往前看。就拿着吧。五方没人。五方没人。他们要五方吧？他们要五方吧？你看没有方法？嗯，我这边踩着吧。放了吗？ 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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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他应该是踩假的过山了。我这个人接驾，来，干！我这边接驾啊，脸上，一个人，对，我脸上，来，一个人，一个人，面部无反驳，面部无反驳，到了，牛逼，牛逼，一个。 在这里，走啊！牛逼牛逼！我操！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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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起来。把车保了。我他妈没握把，我把他们脚就给他打死了。他保安呢？看着，我看。在里面的今天也爆标了，我听人，他屁股没人，我这边是老哥那条天霸，老哥那死完了，天霸没掉人，死完了死完了，老哥那没掉人，哦不，那个天霸没掉人 ，BT 爆标了是吧？
回去死。直接 T 也爆标了，直接 T 我也死。天霸死一个，怎么感觉有人圈架了？我再看一眼，有人圈架了，有人圈架去了。我的屁股没动，我这一趟要假毒三，没有再假毒三玩。我假毒三没人，自己踩着玩吧。我这边 L 房也在打架 ，VS 接替。今天没倒一个。L 房判断。L 房判断。今天掉两个。今天掉两个。你妈的，怎么抽不到呀？我操！对，又死完了。你找个圈。这他妈掉俩是吧？你找个圈。掉俩。下一个人四个。下一个人四个。把这木都杀了吧。可以杀了。L 房。可以，拿不没。可以，拿不没。我帮你们架枪。我帮你们架枪。他们在那个二层楼，海景房。OK。我来点慢，差远在打架，打 L 房没事，打 L 房 ，L 房掉人了都要。中了个金马的 ，OK。往哪个方向过？哪边是底？靠一边顶，人在二层楼啊，不是爆了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赶紧跑！要排雷，小心右边装箱。前方有危险。车库，遇到一个。天霸死亡。你们这里找不到。我撞到一楼了，我没帮你们架了，我自己自通要保这边了呀。有这汤米了，我看一楼外面的，杀了给我准备贴过去，贴到一楼。哦，这边车库后面一个，车库后面一个，集装箱，车库后面集装箱，有一个，你们自己打，我在自通要保这边。听到了吗？看到一个，就雷到，看到一个。说话我也帮你，两个车追着我的，胖，他妈的神经病啊！我操，追着我跑，还一逼炸我，我死了，来，过来了，听那个石头，我给你免了，我看几个，别杀几个，两个。他屁股拉了一个，扔毒了呀！怎么这么多人？我去！你妈捡那个希望是这么多吗？这团宝的吗？看团宝出车来了，打起来了！倒了一个，你救他！哎，还敢追吗？这边阿杰有队友，你们还敢追？小帅直接出枪，应声倒地。啊？怎么回事？家宝改过来劝架了，就是没打到。哎呦，三十几波枪满了，但是他不会再打一个吧？我操，又打一个，还没死三只，你有本事再打一个！我操！这边676直接引爆载具带走花花，676也没了，还能打三十直接一波，太能活了兄弟，看不懂了。雷仔最后来到了 Alpha， 最后决赛圈还是在这儿，兄弟们一打四，这怎么遍地是盒子呀？然后过来一下出来了，然后我说要顶我这儿了，结果他妈是 STE 的，我也不知道啥情况。
就是我没有跟我们，我们过去的时候是夹这个三一队，然后他们脚下一个 CEO 也在 CEO 了，也在 CEO。 嗯，都是我走不了了，那他们得抓到点。我们这边三个人，我们这边三个人，我看不到其他的，我们得压到点。我的妈！我看你倒了个日桶，就把这身上。注意这两个油桶可能会成为伏笔，兄弟们，这两个油桶还有油桶。哎，没了，恭喜真正 STE。